莓。爸爸最喜欢吃柠檬了，你要尝一下吗？柠檬很酸的哦。但是不是还不错？是不是啊？什么？哪个？妈妈妈。你说哪个？菲菲。菲菲 ，OK。啊，这是苏打水。嗯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吧，来来来，我抱你出来。我要要。叫爸爸。爸爸。嗯，叫妈妈。妈妈。叫爷爷。不是叔叔，是爷爷。爷爷。对了，阿姨。阿姨。Yes， 哥哥。欧巴。欧巴是什么意思？爸爸和你玩跳山羊，你最喜欢跳山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玩？骆驼，你不要踢了好吗？他踢你了，对不对？打他，打他，打骆驼，打打打。嗯，耶！哎呦呦呦呦！啊哈，怎么了？哎，哎呦！啊啊啊啊！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，但在杜江家成了嗯哼大王的争宠对手。大野萌爸以后可要好好处理哦。